你永远都是这么准时。肩膀僵硬。案卷看久了是会有些。不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之前的案件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你的手有些凉，穿上我的外套，小心感冒。特米斯需要你，我也是。是门铃响吗？休息日还有客户来。你推荐的那本书我已经读完了，很有趣。持枪的姿势有很多种，想学吗？是门铃响吗？休息日还有客户来。你的到来让我改变了许多，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我不可或缺的存在了。每一次案件都让我意识到肩负的责任又重了一分。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你推荐的那本书我已经读完了，很有趣。对我来说，你是值得信任又不可或缺的存在。你呀，头发都被你弄乱了，等下怎么见客户？谢谢你的笑话，我现在心情很好。想讨论上周的电影？我有时间。有时间的话，再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法条永不及人心复杂。待会穿这套跟你去看电影，应该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吧？